圈外面打信号枪，右边打到。哎呦我操，打两颗，这打空投的肯定懵了啊，这啥都没看就打，我操不行，这俩王八车必须敲了啊，要不堵桥堵不了。哎，快落地了，我操！他们在舔包，别管，他们肯定在舔包，哪有时间管这俩王八车？蟑螂，我这子弹都不够打的，我估计。那个车已经冒烟了啊！我去，这子弹眼看就不知道够堵桥不够。哎，都冒了，都冒了，哎，都冒了，行，冒烟就行，冒烟你再开这个车过，就等于说开个正常车一样啊，那直接刺劈你啊，赶快！我有个信号枪来。我捡了把信号枪，好，我在桥上打，我还在圈里面。你们老说堵桥堵不倒人，要不就说呀，我堵不了，为什么老死了？你见过这么强的决心堵桥的吗？见过吗？哈哈哈，信号枪惹屋了啊！就这个位置，蹲着个眼儿啊，直接落到桥中间，他不落到水里面。我的打空都打习惯了，就这肯定落在啊桥上。快过完了，队友死了。哎呀，那个打帽。哎，别听脸色！完了，队友直接酿死在里面了。这！哎，我去，这队友的啥死？这帮钢铁不见啊！这一过桥灯都来了。没事，还有一个活着。真是 N 杠那队，真秀！这队人真牛逼啊！我以为他们会开着冒烟的蟑螂车来过来啊，没想到真不开。那就行，这装备你看配件瞬间就齐了。哎，又来着！哎，右边，我又过桥了！我操！前面有人，快躲起来！小心！就喜欢这样的玩家，这两个吗？过来呀！好，跑前面一个，右边还有两个嘞，还有两个，不着急，耐心等。嘿嘿嘿，我就不信了啊！空投落了，空。哎，我老哥，你怎么倒了？完了，救不了。人跑跟前，往跟前跑，哎呀，跑到前面两个了，这肯定要扑雷往前冲。老哥，我不能救，我救我都上不来了，兄弟们，你们要见谅啊！没招，冲过来了，不是这咋倒了？你藏好，后面怎么集装箱？好紧张，我怎么会堵桥会紧张呢？不应该啊！先把腰打上，不能开枪了，不能浪了，这倒两个了。他不是一队的啊，不是一队的。好，那个人也是那个人打的，我一颗雷把他揉了。这俩人，哎呀我操，哎死了真惨，还你还打还打，哎呀我去！啊，就三，哎，四个人，我操，这队人真多。面对这个的环节，我去，这人太刺激了吧！呀，这俩队友几天，我突然间法力无比。哎，这个还没死嘞，还晃嘞，开车这个，别晃。哎，队友没退，那就预示着这把我是能吃鸡的吧，老哥，我要赌一波啊，赌一波，走。这装备，我就说，这能不能吃鸡，全靠这个这里面掏出来啥枪了啊！我这个位置不保险吗？我换，来点，行，可以。占领前面那个教学楼，就那个制高点它香啊，别都不中。你对面那个宿舍楼啊，楼顶那个小房子，对面这个窗户露着，哎，看人了没？他出来了，来看右边啊，他出来，哎，他进去了，别慌。他是发现我了吧？我要把他直接怼死的话，这估计没了。哎，他好像出来了，你看他又露出来了，他跑阳台上了。啊，他没看我，以为他瞄我嘞，我吓不敢打你嘚儿。哎，这倒霉孩，哎，他有空投了。哎呀，这倒是没在我脸上打，可惜了啊。这个圈儿不行。我得换位置了啊！这个位置下个圈就绝对不在圈，我得找个前面那个，再找一个，就正前方，找个那个宿舍楼，找个制高点。那，哈哈哈，没人啊！我不怕，有这把枪在手，我跟你说，一v一没人干得过我，真的。为什么这么说？因为啊，我就靠枪混了啊，我技术又不行。
哎，这是个人吗？别说我眼睛钻啊，这真的是个人。他动了，他现在没动，他动了。哎，哎呦我操，有队友，有队友都不能过去。哎，换位置，换位置，重新换，再换教学楼。换对面那个啊。这把有点顺呐、啊，我总感觉这把可顺了啊。哎，就这个位置，别慌，让我再看那个楼上的那几个货。还打，哎，有人爆，听到没？右边啊，右边。哎，集装箱有影子，集装箱后面有影子。哦，确定了，不会看错，听我可能会听错，死，奶死！哎呦我擦，他肯定在后面，他要再动的话会有脚步声嘞。再扔一个，来个顺爆。左边有脚步声，这估计炸！哎，我去，这别慌，哎，他懵了，找人，啊，妈的！别扔了，别扔了，打我哟！哎，我刚才听到应该是打我这个人的脚步声啊，但是我瞅的时候看见集装箱后面一个影子闪了一下，我这，这，别慌。我没东西可扔了，只有一个铝热弹了呀！我去这，哎，好像动到，脚步声在这，我扫，哎，倒！你还不进去，你还不进去，休得猖狂！哇，这把好顺，这把顺不？别慌，大药，先大药，1v1啊，稳住1v1。哎，不对，这个人应该是独狼把他们偷死了才对啊，要不脚步枪声在哪？哇，这时候我要有颗雷，我跟你说，这把鸡翅的，跟你说，简直香的不能再香。哎，怎么走？哦哟，在这儿呢！多么丝滑，多么丝滑的刺激！哎呀，我操！